晚上好，瘦了是吧？有瘦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你见到那个女孩是不是有家庭？应该不可能啊，如果她有家庭，应该会告诉我的，家人们。我刚刚吃完，家人们刚刚吃完，晒晒，感谢感谢。来，咱们进来的把咱家的灯牌点一点啊，家人们，也好久没有给家人们开直播了，这两天呢一直在忙着一些事情啊，所以就没有给家人们开直播。我没见了李敏呢，见着了，家人们见着了，见着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中间出现了一点小的插曲，家人们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们，咱把咱家的灯牌点一点啊，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家人们。对，还没有好好沟通，因为这两天呢，我一直在和他联系，他这边呢又就是没回我的消息，家人们，所以我这边也是很难过呀，内心也是比较很忐忑，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家人们。小洛说的那小孩是，我现在更纠结一些问题，家人们。自从那个阿姨把我赶出来了过后，我也没有上去，家人们。然后这两天我再抽个空上去看看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家人们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到底事情能够现在发展成这种情况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家人们。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好。是啊，难受啊，家人们。等我上去，家人们，等我上去，把情况打听清楚了，然后再看看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这两天呢，我也是一直在，那个有事情，所以没有给家人们开直播，所以就没有给家人们开直播，发生了一点小事情啊，家人们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已经问过那个他们邻居家了，家人们。我已经问过他们邻居家了，但是呢，他们邻居家告诉我，他们也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故意不告诉我的，还是不知道真的是有事情，家人们。所以具体的我还要找他们一家人再去了解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家人们。因为我现在内心也特别的难受。现在我内心也是特别的难受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跟我说，我每次去找他都什么事情都没有跟我讲，家人们。对对对对，今天来这个县城里面了，家人们。放弃吧，那个王姐叫我放弃吧，我不能放弃，家人们，我不能放弃，因为有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
家人们，我不能放弃，这个时候我不能放弃。如果我现在选择这个时候放弃了，我就很遗憾，家人们。我最起码我要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他为什么离开了，为什么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都没有跟我说一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现在这个时候放弃了，我将会很遗憾。我最起码得问清楚，是因为他家里面的原因吗？还是他个人的原因吗？还是我的原因？啊，我也才选择放不放弃啊，这个还要考虑嘛。因为现在那里又有一个男的，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。他到底是结了婚吗？还是成了家吗？干嘛的？对不对？我最起码得问清楚，问清楚过后，我才要选择要不要放弃。我最起码没有把事情了解清楚，我不可能说一下子我就放弃了，啊，要干嘛？家人们，他们没有在公司啊，他原来不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，他是在我外面认识的一个老乡，我原来在湖南的时候。家人们，你们也知道对吧？我原来在外面的时候，在湖南的时候是认识的一个老乡，啊，我要去，我还要去他家找他问清楚，他们家为什么对我那么排斥，啊，对我意见那么大，我最起码得问清楚，家人们。问那个男的还好，坤姐说的。我打电话了，我天天都给他打电话，天天都给他发信息，人家根本就没有理我，我还能拿他有什么办法，家人们？等我上去，再上去找到他们一家人，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，我再选择放不放弃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我这个时候选择放弃了，我将会很遗憾的，家人们。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不然我会一直心里有着这个谜题，一直解不开，我也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家人们。我要把事情的经过要去了解清楚，我才选择放弃还是不放弃的。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老远去找他们家，去到他们家，对不对？能够让他们家那么的恨我，从他们眼神中我能看出他们家的那种排斥。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才可以让他们以这种态度对待我？肯定事出是有原因的，不可能没有原因，或者是中间有人在搞什么东西，是我认为的啊，家人们，这是我内心认为的。一位阿姨刚开始去的时候对我是很热情的，我去了两次过后就对我意见很大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人在中间搞鬼，或者是等等，我想了很多，家人们，我想了很多种原因，但是我自己又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跟我想象的一样，我自己又不敢去确定，
因为完全李敏根本就没有给机会给我去说什么，要去问他什么，他根本不给机会给我。但愿我能够找个时间，他也给我一点点机会，让我们两个单独聊一聊，也许就能把这个问题问清楚。不然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内心也是很不适的，家人们。李敏不是